此火来自高阶魔兽，生性霸道，且极具毁灭性。不过，此火对我没用，你还有其他的招吗？ 竟然有在日月同辉之时，在极寒与极阴之地出现的古灵冷火。兽火难得，异火更难得。你能收服这两种极其罕见的火，说明你天赋异禀。我们萧家后继有人了。 这两种火生性排斥，犹如宿敌一般，极不相容，合在一起会爆炸的。你再这样下去会炸死你的！你快停下来！别过来！ 地心火，此火来自地心熔岩之中，十年成林，百年成形，千年成林。大成之时，其色偏青，连心，生一簇青火，故名青莲地心火。 三火相融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
老祖宗，我小子，这次你终于没有让我失望。你要是有我这个功力，再扔出第二个莲花，我看就算魂灭生在你面前，他也会狼狈逃脱的。说无理了，老祖宗，我啊根本弄不出第二个，这第一个火莲就已经耗尽了我全身所有的斗气了。是啊，你的斗气没有达到斗皇的地步，想扔出第二个也难。不过仅此一个，足以惊世骇俗，惊天动地。哼哼，你是从哪儿学的？是我自创的。在我得到一火之后，我有试着玩过。我将古灵冷火和兽火融合到一块，扔出去让它爆炸，威力巨大。不过，今天这三火相融，我也是第一次。我刚才看你的样子，就好像换了一个人，就像一尊佛像，盘坐于青莲之上，神圣而不可亵渎。你给他起名字没有？叫佛怒火莲。佛怒火莲，天下至尊至大的莫过于佛祖，至刚至阳的莫过于异火。传说佛祖一怒洗清天地，所以我才起这个名。了不起，这一招担得起这个名字。多谢老祖宗。今天刚好是第三十天。我，这次，哼，算你赢了。我要谢谢你，年轻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，我千百年来却没有想清楚。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就已经到了斗皇的境界，是天下公认的天才。这个斗技阁里所有的东西，都是我耗尽毕生的心血收集来的。我当时的梦想，就是练遍天下所有的功法斗技，成为天下第一的斗者。这种执念，我到今天都没有放下，以至于惊魂不散，争分夺秒。倒是你说的对啊，何必做一个斗技阁里的活死人呢？是我自己吃了。别啊，老祖宗，是我胡言乱语的，您不要。读书有书呆子，练武有武呆子，我也是刚刚明白。张嘴！啊！这什么药啊？该不会是……别担心，我说过你赢了，就不会留你。这是天下只有两颗的九品丹药，我一颗，你一颗，关键时刻能还魂续命。还魂续命，就是你可以死两次。六十年后记得来看我，跟我讲讲外面那些事情。是老祖宗，六十年后萧炎一定来看你，到时候咱们好好的打一场。多谢老祖宗恩典。